第六个问题，他说这个是十多年前因为学佛欠人钱，就像在土地公庙许愿，就当时庙小，如果还清债务庙就给盖大间，请问师父如何处理此事？那你就好了，你埋怨嘛，你就去给土地公盖大庙啊，是吧？你就得去还愿了。那么这个，实际上，土地公、城隍土地都希望我们深信因果的教育。城隍土地所提倡的，这是他的重点，如果我们从这上呢去做呢，那就是报答了，城隍土地，那么我们最近有一幅，地狱变相图，这次有没有带来？有没有在此地展示给大家看看？那有一个大章就带来了，希望的时候展开给大家看看，那我们流通这一幅图画了，就是报城隍土地之恩。